常被小雨求婚现场演唱会最怕遇到这件事。这句话像地铁讲，让人害怕，在爱里装伟大，伪装自以为成熟的说法。歌手吕强本周五将在河岸留言举办个人演唱会，灰烬制作人小雨前来站台。谢谢。那个肖央是特地来帮你们求婚的。没有求，没有求婚。今天就是探班，然后打亲。所以当初那个小小曼制作的时候，你有给他定过？那时候就有一些转音，就是转的不太好听，因为宇哥是很会转音嘛，转音歌王这样子。可是我转的就是有点别扭，他有点听不下去，所以他就跟我说那个回去练一下这样。有啊有啊，那个回去再练一下，有。我对他们这种会唱的歌手，我其实要求都特别严格。即将举办演唱会的他心情相当紧张。会啊，会辗转难眠啊，就是会整场，不是啊，对，累。前来做效果。对，因为我最不擅长就是 talking 嘛，所以我每天睡觉都在想一些哦，我要讲什么，然后哪一个桥段要说话。这宇哥应该也有这样的困扰吗？什么 talking 的部分，就自己的演唱会的时候。嗯，所以我尽量不说话。我到今年，对啊，都已经。几年了，我都还是觉得在台上说话真的很难呢，就是多说了就尴尬。可是有时候不说话又会变干面，你知道尴尬的场面。对，而且你单纯的干面，没有，我以为是干面，对干面。因为我最不擅长就是 talking。方便面。啊？可以吃。最好是不要依赖任何东西。嗯，对啦。老实说话。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，我不知道，说不定你是很可以喝酒的那种，因为我不行，我会失控的那种。啊，你有失控过？就是喉咙会失控。啊，对啊，就是你唱不好。好，给你们把他们训练到就跟林宥嘉一样。喝水吗？喝水就有点效果。那个是一种气质，跟气场，还有。但你应该喝个水也会变尖叫吧？没有，不会有。真的